这一把吕布实在太舒服了，干将、颠杰两个没位移的双 C， 打团只要给他们挂上减速，大招就是必中。老虎、张飞、怀真三个带护盾的英雄，这一把直接起位。吕布这英雄对选谁其实都一样，因为吕布根本不打对线，开局老虎反掉了我方的蓝，宫本正打算带着队友反对面的蓝，所以对面蓝区肯定会打起来。赵怀真已经在路上了，咱们也要紧随其后。好在队友这波都及时走掉了，虽然都大残了，但一个都没有死，那现在就没有继续打的必要了，咱们也直接走。还这我就劈他们一刀，这个张飞很上头啊，还上来推一下，被姜子牙挂到减速，那不好意思，一刀真伤，直接拿下。一个吕布玩的好不好，跟他对线打的怎么样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游戏进到四分钟，我对抗路被抓死一次，且被推掉一塔，那正好。咱们接下来直接跟团，就算你吕布前期0-2、0-3，只要你接下来团战打得好，照样不影响你是一个优秀的吕布。来到发育路帮忙压塔，西顿减速，劈张飞附闪膜，然后直接跳打。对面射服肯定会往塔下跑，所以大招的落点要稍微往对面塔下靠一点。落地击飞两个，张飞直接被坑到死。狄仁杰交闪到我们人多，直接越侧斩一刀拿下狄仁杰。紧接着下波线到了，再跟着室友压掉防御塔。这个赵怀真还想守，现在想走已经来不及了，直接跳大封住逃跑的后路。怀真不往后跑也是死命了。压完下塔，杀完怀真，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可以走了。这个开局其实已经很顺了，但是接下来的几波小团战我们处理的并不好。我们家宫本期间被老虎单杀，导致对面反掉多组小野，所以打到中期并没有什么优势。这些其实都没什么关系，对于吕布来讲，只要局面不是崩得很厉害，那就都可以接受。军事局只要一直往后拖，拖到吕布装备成型，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打，从而变成优势局。宫本抢到龙了，对面张飞被留，可以打直播，直接跳对面射手。他没位移，所以我大招是必中的。就算杀不掉狄仁杰，能限制狄仁杰的输出环境也是很舒服的。现在才十分钟，我一套技能都快秒狄仁杰了。等我装备成型，我对狄仁杰的威胁程度可想而知。吕布这个英雄中后期的玩法在对抗路里是极其特殊的，要想自己能打出足够的作用，就必须保证每一波团在刚刚打起来的时候自己都要在，这样才能把大招的作用发挥到最大。在你感觉打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发育，当你感觉要爆发团战了，自己一定要第一时间在正面。大球给大了，直接传，传过来之后目前应该是打不起来的，那就不要在这久留，以免自己被包。但是注意宫本的位置，他绕后了，那怎么可以跟他一下。宫本积分起来，我再跳进去，直接把狄仁杰控到死。正当我以为现在又有了点小优势的时候，队友又开始了掉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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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军事局瞬间变成守家局。兵线进来了，直接跳打清线。吕布守家能力还是很强的，虽然现在很逆风，但这个时候我破军出来了。随后的团战只要我能复场波，对面的双 C 对我来说满血就是斩下线。大桥给大了，直接传狄仁杰位置不好，先杀干将，虽然减速固魔，直接跳大。他被减速到没法躲大的，他交闪了不亏，我大招4秒，他闪现120秒。游戏进到15分钟，目前是4v4，戈亚在野区被赵小镇蹲到，现在是3v4了，双 C 全死，过来先接一下宫本，吸赵小镇附上魔，干将没闪直接跳干将，落地大闪接一，直接秒杀满血干将。面对三级我开一苍穹，拉扯等 CD， 七盾继续拉扯，再划一刀三个两千真伤，拉扯不了了，只能平 A。再划一刀，两个2500真伤，最后坐电梯回家。双 C 阵亡的情况下，3v4依旧不落下方，这就是后期的吕布。加完血后，对面状态都不好，正打算动龙，残血有资格开龙吗？直接压过来，吸血减速，附闪膜都半血一下了，接下来的一刀就是3000加了，一刀3200真伤，吸血减速，老虎还敢 A 我，一刀3200，去死吧你！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这只是我的开始。赵怀真又偷摸欺负我家双 C， 先抱回来处理一下他，距离够了，直接跳打。很好，附闪膜了，一刀3369真伤，直接拿下。这一局我们家的射手是真的菜呀，一整局游戏都没啥存在感，唯一让我想起他的点就是射手又掉点了。还是让你们的王来带领你们走向胜利吧。大招直接跳点点，原本想舍个闪现，距离不够还是一闪吧。开启苍穹，再吸个绝望护盾，就这还想杀猛男可乐。打到20分钟的风暴龙王，此时我已经60装了。60装的吕布有多强，我想不用我多强调，并且姜子牙还给我封神了。18级的60装吕布，对面敢出来抢龙的就是在送，还真敢来呀、啊！先劈张飞附个魔，然后直接跳打封住对面后路，一刀先劈死老虎，再两发平 A 捅死张飞。对面的孩子们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拿下！